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计较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15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分享一款呢，这个是 TT 社还有这个传奇影业所联名的一款变形金刚 X 这个 Dracula 的一个联名款。那么呢，这是一款包装盒非常漂亮啊。如果从这个地方看呢，你会以为这是一本桌游或者是一个桌游或者是一本书的感觉。那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你这个地方捏住，你把它往外拉出来，它是做成一个录影带的一个形象啊，非常非常的棒。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可能会比较清楚啊，这录影带以前播放就是这样子卷过来。那如果你要看第二次，就是再用一个倒带机再把它卷回去啊，这样反复的播放。那这样子长时间以来，录影带呢看的次数越多呢，它就会磨耗掉。所以之后 CD 的一个问世呢，就很快的把这个录影带给取的这个给淘汰掉了。那么呢，这里这个 Dracula， OK， 然后这个是怪物宇宙系列。Dracula 德古拉，那早期德古拉早期的话还有翻成浊酒乐的啊，然后包装盒就是把玩具呢锁在这里面啊，然后还有一个附带一个披风，它是卡住的，基本上是不会掉出来。那这个盒子的话本身就已经有非常有收藏的价值。那这款你说吸血鬼，我到底对德古拉有没有什么感情？其实我对德古拉的感情并不是来自于电影啊，更多的话呢是来自于我们小时候玩这个恶魔城啊。这个德古拉呢是以最终 BOSS 的一个形态，甚至在这个系列里头呢，他一直都是最后的大魔王的这个姿态来出现了。那也冲着这份情谊啊，这一款这个 Transformers 乘以这个 Dracula 的玩具呢，一推出的时候呢，我就毫不犹豫的就预购了啊。我们来看到玩具的本体啊，那它是一个比较正宗的德古拉的一个形象，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穿着黑色应该讲晚礼服的家伙吧啊，所以呢，它这个胸口这一带你看有做出一个像是领子折起来这个倒三角的一个形状，中间是白色的一个衣服，手套的话呢也是要一个白色，还有这个袖子的部分都有做出白色的分色，其他的话呢则大部分都是黑色啊。那么面雕的话呢做的挺好看的啊，这个确实有吸血鬼的一个形象，眼珠是红色的，有一个獠牙的刻画，耳朵是尖的，后面的话呢可以看到一个蝙蝠的头部收纳在后面。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它跟先前的伏魔呢主要改了两个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胸口的部分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再来的话则是它的一个手指的部分，它是一个做出一个尖爪的一个形象，而先前的这个伏魔的话只是一个拳头的一个造型。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有改变啦，就是它的一个头部。之前的伏魔是一个头领战士嘛，它这个头的话呢是可以把它给拔掉的，这个拔掉就行了。但是呢我们这一款德古拉呢，它却是一个头没有办法拔掉哦，它是变形的时候呢要把它整个是翻起来的。当然你把头呢把它给拔掉呢，可能吧啊，我个人是可以接受啊。当然如果你要以这个传奇影业里头的这个 Dracula 的话，可能就没那么 OK。 那为什么我说头拔掉可以呢？如果你之前有玩过正宗恶魔城一代的话呢，这个德古拉的话呢是第一形态的话呢，被消灭的时候头是被打掉的啊，结果呢这个部分呢反而是失去了。那附带的这个枪，其实作为一个邪恶，不对，应该是作为一名邪心之王，怎么可以使用枪呢？对不对？那这个枪的话，反正看上去是有那么一点奇怪的啊。德古拉拿枪嘛，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烟熏的一个效果，或者是一个高热的一个，还是刚刚发射过的一个枪的一个涂装，还不赖啊。那另外这个爪子也是，这个涂装的渐层，我觉得还算得上是有质感，是吧？配合上这里有一些铁灰色，还有这个黑色。质感还不赖，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器都不是很适合他拿了，完全不适合。那么他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呢是这个关节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偏松了一点点啊，稍微晃一下，你看这个下半身是没有任何节操的。那这个不得不提一下，当时泰坦回归了这个玩具，你看我这样甩啊，这个全身的关节都还是很偏紧的啊，这不得不赞美嘉许一下。那么他的一个背后啊，就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小翅膀啊什么的，其实造型非常好看，非常好看。原本的这个手臂内部的空洞呢，也由于是变成黑色的关系，就没有那么明显了。那么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说手腕不能转之外，其实大部分你能想象能动的位置呢，它差不多都是可以动的啊。那脚这里接地的话呢，还是有一点点啊，但是并不是很大。那它的一个卖点
就是它的一个披风啊。这个披风你可以留意到，它的上面呢其实是有五个洞的啊。那五个洞的一个洞，它相对应的一个对应的位置啊。首先的话呢，中间的两侧这两个洞，一定是从小翅膀上面呢去穿过去的，那这个很容易穿的啊。然后中间的这个洞呢，则是从它多出来的这个改模的这个部分，从这个地方给套下去，啊，你大概套成这样，那后面的这个蝙蝠头呢，你可以偷偷的呢把它给放到下面去，因为已经盖住了，你其实就看不到了啊。这样子一来，盖下来的话呢，它会比较霸气一点。你看我都没有怎么整理，它自动下水，你就觉得它很帅了啊。对，你只要把这个蝙蝠头啊找一步放下去就没问题了。那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子别过来，就做出一个把用披风把自己包起来的一个形象。那后面这个翅膀你要压这样子还是往后放，这个端看你个人需要。它有一点点可以固定住披风的一个功能啊。那披风完全是软的，中间没有任何的铁丝，就是一块布而已，就是一块布而已。那你也可以就是手臂把它甩开啊，对不对？这个恶魔城里头手臂一甩个披风啊，会喷出三个火球啊，到后面的这个血之轮回啊什么的，会有什么有黑色的什么火焰弹啊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反正这个对于我这种恶魔城控的人来说呢，这个我个人是很喜欢很喜欢的。这个玩具就当时就没有什么考虑，就直接把它给购入了啊。帅气的披风啊，加分是很多啊，就是很少看到说这么廉价的配件就可以给这个玩具加分这么多。但是这个关节偏松啊是比较大的一个毛病。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非常简单的啊，这个手臂往后面放，然后的话呢这个手啊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把它往上折，再来就把它倒过来往上提上去，那转一下提上去，然后这块部件呢、啊、就直接的转过来了啊，它已经这个不能拔掉了，头是不能拔掉的。再来的话就把这个脚的话呢，从后面这个地方啊有个卡扣，把它整个翅膀给打开，脚推到后面去，到这边啊，还有啊这个部分，这个翅膀的部分转到后面去，因为都是软胶部件啊，所以墙没有什么所谓的塑胶韧性这种问题啊，就把它直接打开，就直接都打开。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翅膀，其实这个反光的一个效果还不赖，颜色挺好看的。这个脚的话呢就是转一下，透过脚的这个外摆内收把它给转一下。胸口的话这一块部件啊还是可以打开的，但是不是很好打开，它有点紧，但是你知道可以开就可以，打开之后里面也是空的啊，并没有其他东西啊。就原本的话呢，这个头领战士的话呢是可以把头给放进去，然后这个翅膀啊这里啊你可以转一下，让这个缺口处啊是可以朝下，你就可以把这个翅膀的话往下再多转一点，才能够把这个卡扣呢给扣上去。当然你不扣也是可以啊，如果你想它的翅膀再感觉再更嚣张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到这边把它给扣上去。好的，那么这个蝙蝠形态呢就算 OK 了啊。那么吸血鬼的拟态之一蝙蝠，当然还有变成狼啊，还有化成一道雾之类的啊。吸血鬼有很多的传说了啊。他是很有礼貌的，是妖怪里头的贵族啊。吸血鬼不能够不经你的同意就入门啊，这个传说给各位讲一下，如果吸血鬼在你家门口敲门，你知道他是吸血鬼啊，你跟他说我没有要让你进来，他就真的不能进来的啊。这个是，还有吸血鬼是不能够穿过流动的水的啊，所以有时候他要过河过桥的话呢，必须把自己躺进棺木里头啊，由人把它运送过去啊，也是充满各种传说故事浪漫的一个吸血鬼的一个传说。那后世的话有很多它的相关作品。那么蝙蝠形态的话呢，一样可以搭载这个披风。那披风的安置呢一模一样啊，该哪个洞就哪个洞啊，你跑不掉的啊。首先的话呢，这个蝙蝠形态下我们必须把它反过来穿，那一样的话我们先把中间这两个给套上去，然后下方的这个孔洞啊，我们一样的把它给拉到这个洞里面来。好，那么这个把这个地方穿过去，穿过去之后呢，至少穿过这个凸，把它给穿过去，至少把它穿过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至少把它穿过那个凸。好，到这边，至少把它穿过去啊。然后这个就直接把它往后面堆就可以了，然后稍微叠一下，稍微顺一下。你如果试着马举高一点 ，OK。然后后面这个，这两个
跑太出去了啊，稍微整一整理一下，往两侧拉一下。好了，这个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蝙蝠的一个着装的一个形态。那实际上的话呢，它的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它如果弄得刚好的话，它是会有两个尖尖的这个一个衣角或什么来着，其实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有修饰到它的一个翅膀的一个长度了啊。那还是一样啊，这个披风的话是有给它加分的，即使是在蝙蝠状态下也是有加分的。那么这个武器的话呢，当然也是有地方收纳，我们只要稍微这样子扣一下，或者是你要把它转过来，不要它太长，就扣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地方原本的这个人形的一个反方，人形的反方向这里就有个洞的。哎，看来还是应该把枪给转出来啊，好像没有空间了。这样子就堆在后面，你可以勉强当做是一个脚架。那么呢，今天的话呢，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啊，这一款是这个由泰坦回归的伏魔呢下去改造的一个Takara Tomy， 还有环球影业联名款的一个德古拉伯爵，收藏价值比收藏的意义比较高了，特别是盒子做的很漂亮啊。那模具的话，如果你想玩这个模具，我建议你回头去收这个泰坦回归的那个美版啊，质量可能是最好，或者是当初的日版。那么前一阵子推出那个复刻版呢，稍微偏送了一点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